不晓得我们同学有没有照着书生的所提醒你们的，把《使徒行传》已经看完了一遍了，我叫他 send email 给大家，上课之前要把《使徒行传》看了一遍，有看的举手一下，不错，感谢主哈，有几个好学生哈，那个 volume 大一点点，那我想。我们课程的要求最少要把这个《使徒行传》在最短的时间里面尽快把它看完一遍，这样我们上课的时候比较容易互动比较能够讨论那不晓得，或许你过去读过《使徒行传》，你看到这个教会复兴的光景，彼得第一次的布道3000人信主，第二次布道又什么5000人信主。而且圣经讲到，主把得救的人说，天天加给教会，门徒增多，然后福音去到撒玛利亚，然后透过保罗、巴拿巴，福音从安提亚带到欧洲，带到罗马，所以初代的教会、使徒时代的教会是一个非常复兴、非常有能力的教会。在这样的复兴光景里面，我们发现其实外面的环境好不好？从人来看，逼迫是很厉害的从犹太人的逼迫，从罗马政府的逼迫，吴长老那个声音好像还没有出来，声音很大那个又要调我们下个调一下，所以是一个很困难的光景。很多时候，我们今天说，哎呀，我们今天传福音，当然了，跟使徒行传的环境不一样现在后现代，现在网络世界那么多的迷惑，那么多的物质，人那么忙，我们找出很多外在的原因，但是你发现，其实初代的教会环境更困难，异教的问题、逼迫的问题、各样的问题但是教会还是大有能力的。按着神的应许，这个福音广传出去。所以，我想大家一同进到《使徒行传》去思想，究竟什么原因？当你读《使徒行传》的时候，究竟找到是什么的要素也好、秘诀也好、原因也好，为什么初代的教会面对那么大的困难、那么多的逼迫，福音？还是那么有能力的广传，你觉得什么原因？每个人讲一样，最少。圣灵的工作很好，所以圣经人说《使徒行传》就是圣灵的行传，很好。圣灵的工作，还有看是什么的原因？祷告的果效。祷告的果效，好，我耶们。稣基督复活有很大的关系。耶稣基督复活，他见到了是弥赛亚是真正的来了，给大家一个很大的信心。耶稣基督复活的这种的真实能力很好。还有什么原因？有使徒，有彼得，有保罗使徒的差派很重要。我们需要有使徒，所以美国过去这20年有所谓的使徒性运动 （Apostolic Movement） 使徒很重要。Good，还找了什么？教会同心合一很重要。横切祷告，同心合一，横切祷告。方言的恩赐降下来，神的话语被解开。圣灵充满说方言，第二章，很好。神的话语被解开，还找到什么原因？读了。不同恩赐的彰显，一次一次的被圣灵充满，其实经文我们都会找得出来的，不是单单只有第二章五旬节的时候被充满。一次又一次的被充满，很多的神迹奇事。怎么去定义复兴呢？今天很多时候我们看一个复兴，就是看神迹奇事的彰显。我们常说祷告复兴临到，福音祷临到，其实神迹是一个很重要的 sign。记好，还有呢？真实的悔改，真实的悔改，生命的。一个改变，这些重要的因素，我们这堂课希望最少都能够
来讨论啊。那你看到我们的课程的要求，甚至我们最后一堂课真的是要行传，要行出去啊！我会带着你们呢到大华九九啊，我们来个街头步道啊，我们预备谁要领唱的、弹吉他的啊啊，然后我们住在那边啊唱诗歌，然后发单张，然后用福音桥、用四定律啊，就把这些人一个一个啊带领决志，哈利路亚。真的哇！那我们做耶稣基督的情，我们看看能不能去，不能去，我们就看提前提后哈啊啊！但是这个传福音最重要哈啊啊！哈利路亚啊！一个人发一个小玫瑰给他们，他们就啊，对对，他们开心，发个小玫瑰，情人玫瑰好。那天去最好。好，好，还有想到什么？在《使徒行传》里面，哇，凡物公用，这个真的是很大很大爱心的见证。很不容易的啊，那个，这个，今天过去在中国有这样的做法啊，那个教派叫什么？一下，耶稣家庭会啊，耶稣家庭，耶稣家庭做的最明显啊啊，嗯，还有没有什么看到？嗯，要受圣灵的洗啊，圣灵充满。所以这个其实是最关键的，所以我今天要特别先把这个第一个原因啊能够找出来。好，所以让我们一同来看《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四节，第一章的第四节，一同来。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祝福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等不多的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然后我们再翻到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四节，好，一同来。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又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好，所以这次耶稣升天之前很清楚的给门徒的一个命令，要受圣灵的洗。但是很多人想，这个圣灵的洗就是圣灵的降临，就是圣灵的内住，不等于圣灵充满。但是假如当我们仔细的去看一下施洗约翰的预言，你就发现其实耶稣这个命令里面有很大的一个含义。我们一同翻到马太福音第三章啊，当我们读第三章十节，我们要非常的小心注意的读第三章十一节。好，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是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有没有注意到这里所讲的更具体，可以说更多方面关乎到圣灵的洗，跟耶稣在使徒行传所重复的，耶稣只是在升天之前把一个简单的概要，要受圣灵的洗。但是怎么样的圣灵的洗，你发现要回到马太福音第三章才看得更清楚，是怎么一种圣灵的洗啊？你发现原来施洗约翰的应许跟预言是提到什么？圣灵与火，多了一个语字，这代表什么？过去很多福音派的解释，包括我个人过去的领受，都会把这个火当作说，你们要得着圣灵的洗，但是这个与火常常是解释说，
伴随着有火的记号，把它变成这个伴随的意思。所以真的在五旬节，石头如同火焰，然后他们就受圣灵的洗，圣灵的浸，圣灵就降临。那解释我过去也常常看到这个火这个字，与火这个字，就把它解释伴随着有火，有火的记号。所以当你们看到有火的记号，你们就知道解释圣灵的降临，圣灵的洗。但是这样的解释，其实我后来越想越觉得有点牵强，因为在希腊文里面明明是用这个kai，不是用伴随，是 and。 You and me 是什么？两个人啊，两件事啊，啊，你买盐跟醋 and 是两样东西啊，对不对？所以其实在四使约翰的预言跟应许里面已经提到，其实你要受圣灵的洗，还有圣灵与火的洗，说是两样的东西，啊，不但要经历圣灵的洗，也要经历火的洗，圣灵火的洗，是有能力的，有看见的，有彰显的，跟圣灵的降临、圣灵的洗、圣灵的浸是两件不同的东西。因为当我们看一看使徒保罗对圣灵的洗的定义，你就知道火，圣灵火的洗有彰显有能力的，跟那个圣灵的浸、圣灵的内住是两样不同的东西。我们翻到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节，我们先定义圣灵的洗，然后再看圣灵火的洗是什么意思。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节，好，我们一同来读。我们不惧是犹太人，是希利利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有没有看到这个从一位圣灵受洗？这个洗就是 baptism， 圣灵的洗，圣灵的浸，同一件事情，只是不同的翻译。啊，那这个就是施洗约翰所讲的圣灵的洗，也是耶稣在使徒行传第一章升天之前所强调的那个圣灵的洗。那你发现这个圣灵的洗的定义，或是圣灵的浸的定义是什么？啊，是关乎圣灵降临，圣灵内住到我们的里面，把我们连接成为基督奥秘的身体。也就是在五旬节当天所发生的圣灵降临的第一件重要的事情。圣灵降临，内住在每一个的门徒的里面，把他们连接在基督的身体的里面，使他们怎么样啊？属于基督，连于基督，就让他们经历到在基督里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假如没有这个圣灵的内住、圣灵的连接、圣灵的洗，他们跟基督的身体没有关系。假如他们没有在基督里面，他们 能不能得救？不能得救。圣灵的内住跟圣灵的洗是关乎到我们与基督的联合 in Christ。 若人在基督里，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因着这个连结，我们得着什么？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这个我们在保罗神学，啊，花了时间有讨论，啊，但有些新同学我们还是要说明一下，究竟跟与基督的连结在基督里的重要性是什么。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
三十节。好，一同来。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父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好，有没有注意到，在基督里是本父谁啊？本父神。基督提到我们要在基督里，而这个在基督里的真实是谁带来的呢？是圣灵。圣灵把我们连接到基督里。当我们在基督里面，基督头的公义就成为什么？肢体身体的公义。基督所成就的救赎就成为身体的救赎。基督头的圣洁就成为什么？身体的圣洁。假如我们没有与基督连接，基督所得着的一切的丰富，我们有没有份呢？没有份。今天我们在这个身体里面得着各样的滋养，是因为你在这个身体的里面，每一个肢体需要在这个身体里面。所以五旬节圣灵降临，圣灵的喜，第一件事情是知道圣灵的内住，圣灵把我们连接带出教会基督荣耀的身体。所以有人说五旬节等于是什么？教会的诞生，也等于是这个教会能够在地上第一次的荣耀的彰显，教会的一个 birthday， 第一次生日。教会就在五旬节诞生的，没有圣灵的降临，就没有教会，就没有基督的身体。这是圣灵与火的喜的第一步。那个与火与圣灵火的喜，他们在五旬节有没有得到？有。第二步，我们再注意看刚才所读的《使徒行传》第二章，你注意那个描写很特别的，可能平常我们都没有太注意。我们再注意第二章，特别我们集中看第三节跟第四节，看看你们是否注意到那个关联的事情。好，我们一同来读第三节跟第四节。好，又有舌头。就多被圣灵充满，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有没有注意到第三节跟第四节的巧妙或是关系？把接第三节跟第四节跟马太福音第三章圣灵与火的喜，假如做一个对照，你发现在第三节提到舌头的火焰降在他们头上，然后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就好像讲到第二件事情了。圣灵降临内住在他们里面，他们享受在基督的身体里面。但是好像在这里到了第三节提到一个火跟圣灵充满的事情，其实这里圣灵充满、圣灵火的喜，就是马太福音第三章施洗约翰所预言、所应许的第二件事情。圣灵的喜，圣灵与火的喜。所以很多人定义这个，包括 R.A. Torrey、刁雷博士，我不知道有没有读过他关于圣灵、的进这本书，这本书、有翻成中文、他就定义这个叫我们不单是得着圣灵的内住，不单是得救了，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还需要经历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经验，就是圣灵火的喜。这个特别的经历是你可以看得见，你能够感受的，就好像这个火焰，舌头的火焰淋在门徒的头上，然后他们都被圣灵充满，然后讲出方言来，这是圣灵火的喜。那假如从这样的观察的话，你就发现
要得着圣灵的充满，得着圣灵的恩赐，得着圣灵的能力，其实是耶稣的什么应许跟命令，不是可有可无。过去很多时候我们就想，圣经哪里有这样的一个命令要我们追求啊？这样的一个经历，这样一个圣灵充满，或者说圣灵的这种特殊的经历啊，圣经只有说圣灵的喜，圣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节的定义，就是圣灵的内住，圣灵把我们连接到基督身体的里面。这个大家都说对，这个是有命令，但是我们忽略了原来这里所说的圣灵与我的血。对，很多的弟兄姊妹都得着第一个经历，圣灵的血，圣灵的内住。当你信耶稣的时候，不知不觉圣灵就内住在你里面，凡接待他的啊，就是信他名的人，你们信了基督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每一个信主的时候，自然啊，你得着耶稣就得着圣灵啊，你接待耶稣就得着了圣灵。但是你还需要经历圣灵佛的喜，就如同当年的门徒是一个很非常清楚的经历啊，蛇毒火焰临到他们，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然后说出方言来，恩赐的彰显。所以说很明显两次的一个圣灵的恩典啊。那么约翰卫斯理啊，我在讲义的最后里面提到，约翰卫斯理就定义这个呢叫做第二次的祝福 second blessing。约翰卫斯理能够在英国带来英国教会的复兴，免除英国的这个工业革命之后的流血啊，就是因为约翰卫斯理他大有能力的，他被圣灵充满，他得着圣灵与火的浸，圣灵与火的洗，大有能力的传福音。所以他从他的经历，他讲得很清楚，每一个基督徒我们要得到第一次的祝福，在基督里面第一个祝福是什么？就是得救啊，我们成为天父的儿女。他说这个只是 first blessing 啊，当你信主信福音的时候就可以得着，但是你需要经历五旬节当年门徒那个这个圣灵如同舌头的火焰临到头上，被圣灵充满，说出方言。所以他定义我们要经历第二个祝福，就是圣灵充满。那这个圣灵充满是你会感受到的，会经历到的。那 我自己很感谢神，我在台湾教会那时候做青年团契的主席，有一次我们就开了一个青年团契同工的退休会，我们就去到一个地方，那啊，你们都啊，只有 Michelle 是台湾来的，我们就去发源新城住了一个退休会的啊，还有宜君啊，两个都坐在后面。好，我们就在那边退休会啊，就大概八九个我们青年团契的同工啊，都是大学生。那时候我大学三年级，有个辅导，她是读华神的一个姐妹。然后我们吃完饭，我们就跪在那边就祷告，为团契祷告，为教会的复兴祷告啊，为台湾的复兴祷告，为中国的复兴祷告。哇，一波一波的这样祷告，祷告了大概一个多小时，没有想到突然间圣灵大浇灌，我们不懂什么事情了。就有姐妹现场灵歌，就是我们的辅导现场灵歌。哇，从来没有听过她唱诗歌唱的那么美丽的这个诗歌，那个音高的不得了，那个声音真的好像从天上来，第一次听到灵歌。然后跟着我们好几个弟兄姐妹就被圣灵充满，就讲方言，噼噼啪啪就在那边不能停的，
都没有人按手，也没有人去暗示，也没有人教导，但是圣灵就是运行在我们当中，我们就是没有办法控制，啊，一个一个被圣灵充满讲方言。从那次经历到圣灵的充满，哇，我们真的生命不一样。昼夜所思想的就是神，就是要传福音。所以我们当中那几个年轻人被圣灵充满之后，大部分都做了传道人。一个弟兄现在在韩国 X 神学院做教务主任，另外一个弟兄，后来他也去韩国，因为我们教会很多韩国华侨，他就去了釜山做传道人。啊，那我这次去台湾呢，哎，看到他回来了，在台湾一个教会牧会。那还有个姐妹，她被圣灵充满了，现在在香港做了师母。啊，她就一直就为她丈夫祷告，她丈夫也蒙召，后来读了剑道，现在在香港牧会。啊，另外一个现在在澳洲做侍奉。啊，我们那群的年轻人真的是经过那次的被圣灵五旬节一样的经历，真的生命不一样，整个的价值观完全改变。哇，就是发现神是如此真实，神的那个能力，神的那个的喜乐，神的那个同在，真的是好像五旬节这样的一个经历。所以看到我们的讲义，你两种的喜看到吗？第一种是圣灵内住的喜，另外一个是圣灵火的喜，是关乎到这个生命的能力。啊，所以让我们一同再翻到《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好，一同来。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你注意，这里提到能力这个字 ，dunamis。我们要得着这个圣灵的能力，我们就需要经历到圣灵火的喜，圣灵的充满，让我们得着各样的恩赐能力、生命的能力，成为神荣耀的见证。啊，所以这个圣灵的喜跟内住只有一次，当你信耶稣的时候，圣灵都内住了。你要圣灵内住之后，会不会出去的？会不会？会不会离开你？啊，为什么？耶稣怎么应许？约翰福音十四章，他要求父，父就差派圣灵保惠师，他就怎么永远的与你同在。所以千万你不要想啊，我现在爱主热心侍奉主，圣灵就与我同在。哎呀，假如我软弱了啊，几个礼拜没灵修了，啊，甚至跌倒了，哎，圣灵就离开了。不是，圣灵还是会住在我们里面。但是假如你不爱主，假如你犯罪，假如你不追求，假如你跌倒，你会不会得着圣灵充满的能力呢？就不会。你只是个不冷不热的基督徒，啊，不死不活的基督徒，还是有神的生命，但是好像就是一个很软弱很软弱的生命。圣灵的内住得着圣灵的进，是 once for all。 但是圣灵充满是什么？这个圣灵火的喜，能力的喜，能力的充满是要什么？多次的。所以我们可以看从使徒行传第二章第四节第一次描写到他们被圣灵充满说方言，我们再追到第四章第八节。第四章，一同来。那时彼得被圣灵充满，对他们说：“好。”所以这里又提到被圣灵充满，关乎这个话语的恩赐啊。彼得就大有能力的啊，在说话啊，然后再追下去。到三十一节，第四章三十一节，好，一同来。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哇，又一次提到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到了第九章，
十八节。好，然后十七节后面我们再读啊，十七节。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什么圣灵充满、啊、所以提到圣灵充满，要保罗就经历到神的能力，神的医治、啊、先被充满的，对，先被充满，很特别的，但他之前就信主了、啊、然后我们再读下去，十三章，十三章第九节，十三章第九节跟第十节一同来，保罗又名扫罗，又名保罗，被圣灵充满，定睛看他说，你这充满各样诡诈奸恶魔鬼的儿子，众善的仇敌，你混乱主的正道还不止住吗？现在主的手架在你身上，你要瞎眼暂时不得光光，他的眼睛立刻昏蒙黑暗，四下要求人拉着手领他。所以在这里又看到圣灵充满，保罗被圣灵充满，他被充满之后，他的彰显是什么？这个圣灵充满的彰显，哇，各样的恩赐，知识的言语，看到吕底马里面的黑暗，啊，他宣告出来，众善的仇敌，而且异能的恩赐，预言的恩赐。对不对？你马上就下，而且跟着一讲完，他就真的是下了异能的恩赐，三大恩赐，同时因着他被圣灵充满，就彰显。然后再翻到罗马书十五章，保罗自己的见证，罗马书，保罗所以大有能力成为这样一个啊。使徒，宣教的使徒，我们看一看他的见证，在罗马书十五章十八节。好，一同来，除了基督做的那些事，我什么都不敢提，只提他借我言语作为，用神之启示的能力，并圣灵的能力，使外邦人顺服。如何能够使外邦人顺服？不单单借着他的言语。今天我们许多时候教会就是单单只是靠言语去传福音，去讲，去跟人去讨论啊，不单单在乎言语。你发现如何让外邦人顺服基督啊？是因着什么？神迹奇事的能力啊，并圣灵的能力，是圣灵的能力让他带出神迹奇事啊，这些的。圣灵充满的各样的恩赐，使到外邦人顺服基督。那解释圣灵充满所带出来的恩赐，到了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就讲得更清楚了。第八节到十一节提到有多少恩赐啊？九大恩赐啊，每样恩赐都是圣灵浇灌充满所带出来的啊，是大有能力的。行异能、啊、能够这个疫病的恩赐、啊、方言、啊、等等的恩赐、啊、知识的言语，智慧的言语、啊、所以是借着这些能力、啊、成为福音的见证，见证所传的道，言语道是中心的，但是假如道跟言语没有神迹奇事的见证，没有让人可以从心里面顺服、啊、所以一些比较高举恩赐的教会就比较只讲恩赐，只讲医病赶鬼、啊、没有好好把神的道来高举或者讲得清楚明白、啊、但是反过来，很多福音派的教会非常重视神的道，神的福音，但是却没有神迹奇事异能见证所传的道、啊、所以两方面、啊、都需要配合、啊、我们需要、啊、这样的一种的恩赐能力、啊、那么那这种能力呢、啊、我们叫做是恩赐性的能力，或者说恩赐性的充满，
所以你回去好好做作业啊。刚才所读的《使徒行传》第二章第四节、第四章第八节、第九章、十三章啊，每一次讲到圣灵充满，那个“充满”这个字呢，你回去查考，就是在我们讲义上面所讲的原文是另外一种充满，记得吗？是 pin， 是 pin premi 的充满。是 primpemi 的充满，啊，是恩赐性的充满，是会外显的啊。但是凡是讲到美德性的充满呢，是用另外一个希腊字 plaro 啊，翻成英文就是 plaro， 是另外一种充满啊。所以你可以，我们来看一下，譬如说《使徒行传》第六章，讲到这个。执事的条件，看到吗？第六章第三节，有好名声，也要什么？被圣灵充满啊！你回去查考一下这个“充满”这个字，在原文这个字根，它是用 “peroo” 的充满，不是用 “pimpremi” 的充满。这是官府到作为一个执事，他一种生命的美德。他被圣灵掌管，所以这里所讲的圣灵充满是指到被圣灵掌管啊啊，满就是满溢出圣灵 ，full of spirit 啊，是满有圣灵的那种的同在跟丰满跟果子啊，不是指到恩赐，是用另外一个充满的字的。所以包括描写史提凡寻道的时候，他被圣灵充满，你发现第七章五十五节。不是哇，大有能力的，然后就行异能，把这些人都啊推倒啊、打败啊。不是，你发现他寻道的时候，真的是被神的爱充满，甚至他能够祷告啊，说父啊，饶恕他们。好，啊，我们来看看他是在五十四节描写他啊，五十五节一同来读。啊，但使徒反被圣灵充满。定睛看见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看耶稣站在右边。所以你发现使提反在这里被圣灵充满，是一种美德的充满。因为他在后面，他怎么祷告？主啊，不要将这罪归给他们。不是一种异能恩赐的充满。哇，好像 Benny Hamm 一吹人就倒了，他也来吹一下吧，把这些仇敌都吹走。不是，不是异能的彰显。来世真的是美德的充满，爱的充满，饶恕他的仇敌，如同耶稣所做的。啊，我们再读下去，十三章五十二节，《使徒行传》十三章。所以为什么鼓励我们要懂一点原文啊？你发现这个充满是两种不同的充满。好，十三章五十二节，一同来。门徒满心喜乐，又被圣灵充满。这里提到满心喜乐，不是指到恩赐能力，是一种生命的美德喜乐。这里的充满，原文是用哪一个字啊 ？Peroo 啊，是一种美德的充满。所以圣灵。充满会带出两种的啊彰显啊，那么生命美德的充满或者恩赐能力的充满，这两种能力都需要，唯有借这些两种能力，我们才能够为神做见证，不是单单异能恩赐的见证，也需要什么生命美德的见证。所以为什么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五章他就用了一个命令语态，我们一同来看以弗所书第五章，命令我们要得着圣灵充满。但这个充满原文是什么？回去查查看，是这个还是这个？是 peroo， 是美德的充满。保罗命令我们要得着美德的充满啊，所以我们一同来注意读第五章十八节到二十一节，一同来。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但用时装。
经和的赞美主，凡是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你发现这里圣灵充满的彰显，都是关乎一种什么？生命跟美德，口唱心和赞美神，彼此顺服，不是关乎恩赐。的确，这里保罗所用的“充满”这个字，就是 “peroo” 这个充满，原文是这个字。是关乎美德的，关乎到我们能够明白主的旨意，关乎到我们能够不醉酒，啊，我们能够彼此的顺服，多不容易，啊，对，丈夫是头，但是彼此顺服啊，妻子讲的对的时候，我们要顺服妻子啊，对不对啊？所以这个很不容易的啊，我们中国大男人啊，要跟太太说啊，对不起，好像很难讲，我们要常常说我爱你，对不起，邱清泰教我们的。你做丈夫这两句话一定要背起来啊！常常要讲，对不起，我爱你，就没事了哈、啊。但这个不是表面的，要从里面真的被圣灵充满啊，从心里面说，哎呀，对不起啊，我错了啊，对不对啊？很不容易的，要被圣灵充满，彼此顺服啊啊！所以，哇，赵弟兄说啊，被圣灵充满了他，哈利路亚啊！所以。充满是两方面的充满啊，圣灵九大果子都充满，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我们需要这种充满，九大生命果子的充满，也要什么圣灵九大恩赐的充满，两种都充满。但是很可惜，今天在教会里面，灵恩派的教会就是九大恩赐充满，样样都有，像哥林多教会，但是就没有。圣灵的果子，那福音派的教会呢？哇，道貌岸然，都是规规矩矩，很有好像爱心，很有什么的，很有好像生命的果子，圣灵的果子。但是你教他，哎呀，长老为我妈妈的病祷告吗？啊，他就不会为你按手祷告啊，就不会按手啊，我们就多多代祷嘛啊，我们教会多为你祷告嘛，从来不敢为按手。手按病人，病的医治啊，那这是过去的啊，很多人不相信啊，所以难怪今天的教会没有办法像使徒时代的教会一样，充满的福性的光景。我们需要两种的充满，一个真实的见证，在美国穆迪，他被神大大的使用，在 Chicago 有穆迪圣经学校。训练了多少的传道人宣教士，穆迪原来只是一个皮鞋匠 shoes maker， 没有什么学问、啊、无知小民，真的像彼得约翰一样的，但是他就是得救之后就大发热心，到处去传福音。有一次他在要主领一个布道会之前，他就注意到有两个姐妹坐在前排，居然提名的为穆迪祷告。哇，就是听到他提到穆迪的名字啊，就是一直为他祷告。所以当他领完聚会之后，他就问这两个姐妹说，你们刚才迫切的为我祷告些什么？这两个姐妹说，我们迫切的为你要得着圣灵充满，得着圣灵的喜来祷告，让你得着更大的恩赐能力。开始的时候穆迪听了这句话很不舒服，他觉得我已经很不错了，好像我还不够，但是圣灵光照他，对，我需要得着圣灵充满，他就开始为这个事情呢常常迫切的祷告，我要得着圣灵的喜，我要得着圣灵充满，常常祷告。结果在他的见证里面讲到，有一天他在纽约的街上走路，走到一半呢、啊，可能他在走路的时候心里也还在想着这个事情，我又被圣灵充满，结果就在大街上面圣灵大浇灌下来，哇，他都被圣灵充满，连站都差不多站不住了。结果他马上就走到附近一个会友的家，说你给我一个房间，让我一个人安静在那边祷告。他的神的能力大到一个地步，好像被就是没有办法，好像在那边承受，就是迫切大声那边祷告赞美啊，在那边真的是敬拜神，一两个小时。然后他
他走出那个房间，变得完全不同的一个人，充满了从天上来的荣光喜乐。从此他传福音跟以前是完全不一样，那个果效是十倍一百倍的。他被圣灵充满之后，神就带领他去到英国，在英国一传福音，哇，多少人觉知，他被圣灵充满，包括他的牧底圣经学院第一任的院长 R.A. 托里，刁雷教授也是受到牧底的影响。所以刁雷是他很受福音派所接受的，其实牧底也受福音派接受的，但是都不晓得为什么福音派教会对他们这些经历呢就没看见，只讲他们传福音 一面，就好像包括宋尚杰博士只讲宋尚杰传福音，不讲宋尚杰圣灵充满，他一病赶鬼好多的见证了，不讲了。宋尚杰为什么传福音大有能力，有那么大的果效？神迹奇事见证他所传的道。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先抓到第一个使徒行传教会复兴的第一个重点，我们都要被圣灵充满。你们